一缕仙气长发，身穿黄色华丽战袍，这是韩阳女孩张雅涵，昨晚圆梦举办人生首场个人演唱会。首次举办个人演唱会的雅涵透露，在上台前还先喝两杯红酒壮胆。好像有听说你在后台有预备了那个放松的秘诀，是不是？就是喝两杯酒，因为就是怕身体会很僵硬。然后我觉得唱歌最重要就是身体要放松，然后唱的才会好听。所以我想说，等一下就是先在后台喝个两杯，这样子，这样上台就会唱的比较轻松一点。除了担心演出之外，雅涵也担心千人响应无人到场的窘况发生，不过粉丝们的行动却让他安心了。可是我知道你的粉丝相当的贴心，好像早上8点就开始在发行动，对，在三创的楼下这样排了相当多的聚集。对，就是他们先发点行动，让我知道，哎，已经有人在排队咯，叫我不要担心。